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救苦救难卢俊宏师父。啊，我今天问我老公，问我老公，对不起，我老公有点不信你，但是前几天开始你讲话，他对你的印象很好，他的业障他自己背，他告诉我如果能说信任他，肯定自己念经。啊，他是考验我吧？他说他是1989年属蛇的，看身体。1989年是吧？嗯。属蛇的是吧？嗯。啊，你告诉他记性越来越差。嗯。第二，你告诉他，他的眼睛经常有点干酸。你告诉他，他现在变得越来越 sensitive 了。对对，能不对吗？开玩笑了，只是他不知道啊，你应该知道啊，什么都看得出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脖子啊，颈椎这里啊有问题啊。腰椎有问题。对对，你告诉他，他有时候经常觉得有人在说他，有人在啊，在暗中了，在讲他的不好。对对，你告诉他，他过去几年当中一直做梦做到一个亡人，一个过世的亡人。他说没有是吧？他记不住他做的。你问他，他有一个亲戚是一个女的，胖胖的，头发是黑带黄的。你问他妈妈的，像他妈妈的谁？他妈妈是吧？他妈妈，看见了吗？经常看他，明白了吗？但是他妈妈还在世。呵，在世。那不是他妈妈，你问问他是他妈妈的姐姐或者妹妹。他妈是独生子。你问他，他妈妈是不是胖脸？是不是啊？啊，眼睛也蛮大的。啊，那你问，对呀，讲的都是对呀，就他妈。但是问题，他为什么他妈会到他身上来呢？就是两种情况，一种他妈妈如果像植物人一样，或者长期的瘫痪在床上。或者就是经常失忆，或者像年纪老年痴呆一样的人。没有，他妈妈都没有，都是正常。但是他有学佛，他天天说怎么帮他念经，要吗？没有帮他念经，好像天天说帮人驱鬼或者怎么样。好了，哎，怪不得的。好了，驱鬼嘛，就是说他的魂魄经常出去的呀。明白了。现在明白了不啦？嗯。哎呦。巫婆耶，哎，听得懂吗？现在知道了吗？他妈妈又把他帮他了，弄到他身上去了。啊，他就是说他有药，他我没明白他是药精者吗？还是药精者呀？他妈妈帮人家驱鬼，他妈妈身上的鬼就站着他妈妈的名样子到他身上来，他看见他妈妈的样子，他能接受，但是接受了他妈妈的样子之后。他妈妈身上的鬼就找他了，所以他就有点忧郁。明白了。你现在知道他忧郁症，你不知道的。对，他是有一点。有一点了，有多点呢？对。有一点呢，我刚刚不好意思讲，给你点面子，听得懂啦？是。翻译的时候不要告诉他 depression 啊，讲出来了。他是有点 depressed， 是。听得懂吗？嗯。啊，
然后他就是、你要给他念经呢，你不念经的话，你看他现在眼睛都亮了。他是有啊、他有一点经常晕，然后四肢就感觉像不像自己的。对了。胸口疼。你叫他妈不要再给他加持了。啊。你要换。老饿了，我告诉你啊，饿死鬼在身上就老饿的、嗯、拼命的吃啊吃啊吃啊，不停的吃，吃的肚子饱得不得了还吃，因为不是他要吃，是身上的饿死鬼要吃，你们听得懂不啦、嗯嗯、明白了吗、嗯、我告诉你，我讲给你听，他又有非常的好像自信感，但是又有自卑感，他都有。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很。是是是，对。看图腾，我告诉你，中国人外国人一样看，都是一个脑子。你看我现在讲了，他笑了，他现在有点像史泰龙了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开心了。就是说，就他妈妈不要驱鬼了，就是。当然啦。啊、看他不知道他妈妈。他妈妈驱鬼呢？能驱鬼呢？他妈妈西人啊。是西人，是。西人还要讲西人的话驱鬼呢。请我能告诉他。Let's go. You go out. 叫他少来吧，把儿子都弄成 out， bring out mental disorder。 那请问呢，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注意，要注意睡眠、嗯、你帮他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给他念七遍大悲咒、嗯、他就会好了、嗯、好吧，七遍大悲咒。还有一个事情我就讲给你听，他以后会前列腺炎的，他小便、啊、滴滴答不干净了。OK， 明白。听得懂吧？嗯嗯。其他的时候叫他跟他妈妈少接触啦。少接触。巫婆啊、哦，吓死人了、哦。明白。你以为巫婆就中国人有啊？哦、是。外国巫婆很多的，他们很厉害了，还弄个铃了，铃铃铃。你看他现在开心的嘞，你看这个人，看见了吗？好了。嗯。然后帮一位同修问一个亡人，2012年往生，男的，林秀华。林秀华。双字幕的林，秀气的秀，华丽的。中华的华。嗯。林秀华。嗯。男的是吧？男的。什么时候死的？2012年。嗯，很好。已经到天界了，欲界天了。嗯，帮他念了很多小房子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是一位同修。啊，这个同修念得很厉害的。嗯、请问功课我老公怎么念呢？功课就是叫他念心经了。心经。好吧。几遍？心经几遍？心经念最好嘛，像他西人刚刚开始，叫他念少一点吧，11遍吧。11遍。大悲咒念7遍。7遍。嗯、好吧。好。你帮他念礼佛3遍。礼佛。念礼佛3遍，你帮他念，我帮他念礼佛、哎、好吧、okay. 如果他自己念的话也可以，他自己，我叫他自己念、啊、请问放生放多少鱼呢？放生放1800条。1800条，慢慢放，不要一次性放。 OK， 好吗？然后小房子呢？小房子嘛，就念86章。86章、嗯、他自己的药经者、哎、台长看出来我很厉害的，你再跟我接气场，我再帮他看，我就看出来了。我看出来你不是他第一个老婆，你是他第二个。我是他第二个老婆。嗯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们都是第一个。但是他以前有女朋友，但是没有一年呢，好像。我告诉你，他过去就是他的老婆，很长时间的跟他一个。就是谁？就是他。就他过去的女朋友。他过去的女朋友。哎。嗯、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你现在要求我啦？鼻子很高的那个女的，有点像西班牙女郎的那种，高高个，头发长的，那个。头发长，我不认识。你当然不认识。嗯，等我能。你认识她还有你的。看照片查一下。你看照片查一下。嗯。听得懂吗？你应该是她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。哦。我看你绝对不是她第一个，她过去跟那个女的很好感情。是吗？啊，她的忧郁症就是因为那个女的离开。
是吗？啊、哦，我这好嘞好嘞，你还调查、啊？老实点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过去就过去了 ，past time，、啊 okay、对不对啊？嗯，还有他的药经者，可不可以去叫上他梦里去给他叫他梦一下呢？叫他多信，叫他多信啊！掐他脖子掐死了我不管的，因为我可以叫他去了之后他过分了他就没办法了，他现在完全相信我了，他眼睛都不敢看我了，我跟你说的。你说我很厉害的，他能感应的。OK， 好、啊，谢谢。看见吗？合掌了，看见了吗？师傅，他的业障他自己背。好了，嗯，好了 ，Thank you。嗯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